Hello， 大家好，哦，我是大叔，哦，大叔今天呢不开雕像，今天开什么？开这个，这个是 Royal Sheranwa 的，哦，之前有看大叔开箱都知道，这个是 Royal Sheranwa 那个喜熊。好，那上礼拜呢，大叔不是有一箱那个，好像那个 Hot Toy 的那个马克四七有没有？有来了一箱，哦，从这个国外寄来的，然后呢？大家都以为那大叔买了一箱一整箱的那个马克四七，哦，其实马克四七已经，退流行了，好、哦，现在钢铁人因为没有电影，所以暂时退流行，所以呢里面其实它是装了这一套，哦，这一套的这个喜熊，哦，因为大家应该也知道，大叔之前常常出差，这个疫情还没爆发的时候，大叔常常出差去这个东南亚，尤其是马来西亚，大叔常常去，也有很多朋友在那边。然后呢，那时候大叔就有订了这些这个 Royal Sheranwa 的这个喜熊。哦， Royal Sheranwa 是这个马来西亚这个皇家喜器啊，哦，他们就是做这个喜啊，哦，那些什么餐盘啊，什么餐具啊，哦，非常有名，很漂亮啊。如果有去马来西亚，可以看他们的展示间。哎，其实好像台湾也有他的展示间。哦，然后他现在后来前几年开始有做一些什么超级英雄啊，然后甚至做这个熊啊，所以那时候大叔就定了啊。但是呢，因为疫情爆发了，哇，惨了！那定了他东西就出货了，出货大叔也没办法过去拿，然后就一直寄放在朋友家，一直到上个月啊，大叔突然想啊，这些熊在外面流浪太久也不好，好，然后就毅然决然把它送回来。但是大家现在都知道，现在这个国际运费都很贵啊，然后这个都是之前啊那种 DHL 啊 FedEx 啊这种价格可能都是以前的两倍，但没有办法，齁、哦、为了我们心爱的熊要回家，我们也是要给它开了去，齁、哦、好，那现在大叔就准备把它打开给各位看，好、哦、OK。大叔现在全部把它打开了哈，这是大叔这一次就是空运回来这三只哈，大概介绍一下哦。哎，这各位不要误会哦，有看过大叔之前开箱的哦，应该有看过啊，那个喜色的啊、黑色的啊、这个金色的哦，大叔跟你讲这个不一样的哦，因为之前我们开的就是 Royal Sheranwa， 他出的喜熊最早是那种就传统的喜器那种，然后用那个铁锤这样慢慢敲慢慢敲，那个贴金箔的方式这样敲上去，所以它上面都是圆点圆点的。哦，这样二代哦，二代就是阿拉伯文系列，从这个前年开始要出一只黑色的。哦，那只黑色很漂亮，大叔有开箱哦。那只黑色之后呢，哦，它现在就都是阿拉伯文系列的哦。所以呢，虽然颜色一样，但是它的花纹不一样。等一下各位近看的时候就会看得到哦。那我们现在一只一只来介绍一下哦。好，我们从最那边开始哦，依据它这个发售的时间然后来介绍。好，第一只呢，第一只看起来很像那个传统的这个喜熊嘛，哈，第一只哈，所以呢，它叫做这个 classic， 就是经典版，好，经典版，就像我们一般的喜器有没有？这个什么餐盘啊，什么汤匙啊，茶壶，就是都是那个颜色的，哦，那是经典版。然后第二只哎，这个刚我们有看到那个盒子有点不大一样哦，比较特殊的哦，这一只的就是厉害了。这一只你不要看它是黑色，因为黑色之前不是已经做过了吗？哦，这一次哎，它这一只是变色的，变色的哦。等一下，我们用光先给它照一下，让它变色一下哦。这个真是厉害了哦，所以它叫 Magic Bear 哦，就是魔术熊啊，哦，魔术熊啊，这一只哦，那个很难买得到，大叔那时候有跟人家抢了。好，然后再来第三只就是阿拉伯文系列去年最后出的，哦，最后出的就是这个金色的。这个金色的是它不是纯金，也不是 K 金，它只是把那个
弄成那个金漆啊，把它弄上去，但是非常亮，非常漂亮。好、哦，好，那现在大叔这三只就是把它介绍完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静静的欣赏它吧。预备 ，Go！大叔回来了、哦、各位刚有静静的欣赏了这次大叔带回来这个罗雪兰莫这个阿拉伯文蜥熊、哦哦、真的是太漂亮了、哦、这个现在因为它全新开合的状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花色、哦、都闪闪动人啊、哦、它像 bling bling 的、哦、像那个尤其这只金的那个金真的会闪人的。然后这只变色熊有没有各位刚我们看到那个颜色会转变，它从紫色、绿色、紫色这样子转变，根据光线的变化。然后那个传统的那个习气的颜色那一只哦，习熊哦，那个也是很闪亮哦，因为新的都是这样。可能等一下又有人讲要讲大叔了，哎，大叔你玩这个为什么不戴手套啊？对啊，会把它摸一摸会雾化掉，没关系嘛，玩具我们呢有时候拿出来擦一擦，对不对？拿那个四零布也要擦一下，对不对？这个才是。我们玩玩具啊，收藏东西，我们就是要这样把它这个整理啊，这样才有那个收藏的感觉嘛。好 ，OK， 好，那大概哈、哦，我们先抓一只出来好了。好，我们跟他介绍一下它的可动性。我们拿这一只这个花纹熊来看哈、哦，它基本上呢，哦，我们以前大概也是都有弄过哈、哦，头可以转，哦，这头可以转。都可以转，然后手哎，哦，这跟400帕的熊都一样，哦，那个手部也可以转，那可以转，哦，然后腰哦，这个腰也可以转，腰也可以转，脚啊、哦、脚也可以坐下来哦，哦，400帕跟400帕都一样，那可以坐这样很可爱，你看，啊、哦，我很喜欢这个熊坐这样子啊，很可爱，好，哦，所以这个可动性哦，原则上哦都跟那个400帕一样哦。然后最重要这个脚哦，底部哦，
脚底部啊，这里有这个，哦，一边是 mid contour， 一边是 lower 血囊哦，哦，这边哦，这个要注意哦，这原厂的一定这个脚这边会有做这个，哦，做这个，好 ，OK， 好，那今天大叔的这个哦，这个 lower 血囊的这个洗熊，阿拉伯人洗熊哦，三只一次开哦，因为一只开太慢了，而且它是一次来的，大叔呢也迫不及待要把这三只介绍给大家。最近呢，啊，这个 Low 雪兰莫又要出新的这个喜熊，而且它造型很特殊哦，像是机械熊一样。哦，如果各位有兴趣哦，可以注意一下他们官网哦，可能最近它就要开定了。好，那大叔就为各位介绍到这边，希望各位有空继续收看我们疯狂啊大叔玩具仓库的玩具开箱。OK， 拜拜。